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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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太开心了，高兴啊，干别的也不是材料啊，一沾说相声发自肺腑的痛快，就会这个，尤其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合作这么些年了，那倒是，我们老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关系好，这一晃好几十年说下来的啊，好多人还问我了啊，说你们这说相声难不难啊？是，各位，嗯，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，都不易啊，难不要紧的，嗯，想办法攻克，那倒是，老话说得好吗？怎么说的呀？世上无难事，哎，只怕有难事。全是难事儿啊，不是怎么说来着，只怕有心人，只怕有心人，对，你心里得有啊，啊，我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事儿成不了，成不了我不干了，嗯，永远不会成功，知难而退不行，我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我这些年来得力于谦儿哥对我的帮助，您可太捧我了，你看不敢当，相声怎么能说好，您说说，第一，嗯，继承传统，对，第二，嗯，开拓创新，这两点最重要，很重要，嗯，很重要，对，有人说说你这从哪儿学的这两句话呀，是打于老这儿学来的，从我这儿学的，于谦老师在德云社占俩极端，怎么叫俩极端呢？第一，他最传统，我就从事的这个传统行业，第二，他最创新，哦，我还有那精神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说，平时他没事的时候啊，啊，种花儿，是，种菜，对，弄个什么地上的玩意儿，对，养个什么大公鸡，嗯，弄个小兔子，我就喜欢这个。你像这个玩意儿，嗯，别的说相声不会玩这个，他们不爱，他愿意，我喜欢，拿个铁锹啊，拿个锄头，捧个地，是最爱这个，这生活好，很传统，嗯，但是，嗯，你说哪儿出了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电子产品了啊？手机出新的了啊，他准是我们那儿第一个玩的啊，这我都能接受，正在地里边正忙活着呢，我喜欢吗，正忙活呢，嗯，他儿子打那边跑过来了，哦，孩子跑过来喊他，他儿子喊他 啊干爹啊，现在啊，你先等又出新手机了，你先别说事儿了，我儿子管我叫干爹呀，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，重要，特别重要，他可能这孩子说话有点大喘气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大喘气也不能说这么清楚了，您这。我给你出一主意啊！啊啊，你儿子得喝点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，抗病毒，防流感，病毒退。我发现这句话说完之后啊啊，这帮鼓掌的多啊，说明他们就是那个厂子的人啊。啊，反正他儿子跑过来了哦啊，一看他爸爸正种地呢，是，哎，拿着手机，嗯。又出了新手机了哦，有个新款，就这一句话，于老师能美的不行不行的哦，我就爱这个，就爱这个，是是是，太兴奋了哦，把牛推开，自个儿耕了二亩地，哎，对，跟那手机没关系，那个回来玩的手机啊，啊，你要问我，我就是个废物啊，您不演，我怎么叨腾我也弄不明白，人家于老师，哎呀呵，我这行，怎么来怎么去，是，哎。我不佩服都不行，啊！您也佩服我？这整个我们后台这些说相声，嗯，心服口服，哦，都佩服我。那是，还给您起外号了。我叫什么？说于老师，我想那叫怎么说？啊，在智能产品使用里边，它算一个创新之窗。哎呦，这就评价够高的呀，这个。哦，智能产品创新之窗。不，这个名字太长了。您就叫于志创，于志创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个赞美，这是个赞美，这不是赞美，这不是赞美，这得上医院。这个不是，那词儿太多了啊。于能创，于能创，我不能创，我一创就死了。创新使用者，于能者，好吧？我能者，能者嘞，好吧？嗨。这不是好词儿，反正就这意思吧，是吧？啊，大伙儿能明白啊？嗯，就这类好东西是给我就算浪费，您不懂，非得给谦儿哥呀？我能摆弄这个呀？所有智能时代的产品到您手里边，嗯，物尽其用，我都能玩转了他们。于老师一回家是首先面对的啊，智能窗帘，
我们家窗帘都是智能的呀，高科技的窗帘。哎，他进入家庭了。于老师往屋里一坐，嗯，皮鞋脱在门口。哦，进来往这儿是一脱袜子，是头一日袜子夸脱下来。是，你看这窗帘，嗯，脱一袜子窗帘就关上了。您的隐私，我不让人看脚。嘿，啊，嗯。这玩意儿多智能哦，脱一只袜子啊，电门在这儿呢，嗯，帘就关上啊，就不让看。于老师，哎，脱袜子，脱裤子，脱衣服，嗯，得洗个澡啊，那是热呀，把衣服哎都脱了。是，你看这帘，嗯，哎，开开了。哎，好，我就不让看脚，别的都可以是吗？不是不是啊，这就是智能啊，智能 啊，这智能安的不是地方了。这帘儿一打开，打开怎么样？灯就亮了，那不还更清楚了吗？看看，你面前是玻璃，可不是就是玻璃才能看清楚吗？你这个玻璃是这一面是玻璃，一面是镜子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这玻璃也是高科技。哎，一面是镜子，一面是玻璃，那就对了。哎哎，于老师冲镜子，啊，挤这粉刺是。镜子在里头啊，不是这两面外边不是还是看得清楚吗？我这闹不清楚，你这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就说意思，智能时代嘛，啊，那得反过来，哎，高科技，高科技，哎，是是，洗澡啊，那就洗，哎，洗澡，高高兴兴的，嗯，躺下睡觉，啊，他那个枕头都是智能的枕头，这枕头还怎么智能啊？哎，枕头说，哟，于老师来了，准备，哎，睡觉，对，于老师躺好了，哎，如果马上睡了，是。就没事哦，躺着翻过来掉过去的，失眠，枕头有思维，他会，哎，于老师没睡着，他这么想的，给他来一点点音乐催眠呢，让他踏踏实实的睡。他什么音乐呢？不丁点声音啊，很微妙啊。好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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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行了行了，好家伙，这睡着了都得吵醒了啊，这个循环了一万多遍，哎呦，甭睡了，送早点的就来了。好，想一宿，哎，智能早点啊，这早点就别智能了，要什么都是智能的啊，就运用这个。于老师起床，哎呀，身体不舒服，难受了，难受啊，啊啊啊，上医院看病去，看病，哎，上医院看病，那个做手术都是智能机器人啊，现在有这智能机器人？哎呀，您说的那个没有这个，这全自动机器人。啊，就不用真人。第六，于老师先换衣裳，啊，换手术服，那倒得换。哎，把身上衣裳全脱了啊！是是是，换衣服嘛，全脱了啊！嗯嗯。哎，拿这个手术服是，换换，就这么一抖了，怎么样？这是帘就开了。我啊，我在家就换上手术服了，换好了好出去啊！啊，哎，出去开车奔医院。哦，躺好了，于老师躺下了，手术吗？机器人就来了啊。哦，哎，机器人啊，这机器人呢就是仿真跟人是一样。哦，就跟真人一样。哎，也烫着个头啊，就跟真我一样的，叼着个烟卷啊，啊，拿着瓶啤酒就进来了啊。好，他是个干不干了，他打算让您踏踏实实别害怕。哦，您躺好了，机器人一伸手，咵，这是，这就一把手术刀啊，做手术嘛，咵，这个两把手术刀，好家伙，全是刀，看准于老师，哦，啊，行了，您这拿我当馅儿了是怎么的？做馅儿呢？有手术做手术，没手术呢，在医院食堂弄馅儿。好，他还应一厨子，一会儿功夫，夸，切下来了。切什么了？给于老师那肾切下来了，单肾切下来了。哎，拿一盘子送走。哦，机器人回来给于老师放40万。哎，我没病，我上医院卖肾去了，合着。高兴啊，不啊，能不痛快吗？是吧？哎，对对呀，还疼呢，那玩意儿。有钱了啊，40万，有钱高兴。那有钱高当然高兴，发自肺腑的痛快。哦，享受享受。哦，这还享受。家里边全换智能的。哦，还有不是智能的？门锁换智能的。门锁怎么智能？好，他那门锁太智能了啊，差一丁点儿你也进不去。怎么叫差一丁点儿？就是防盗系统做得好啊。哦，非常严谨。哎，于老师到家门口，哎。哎，是看这锁不开。我到了怎么不开？你看，他有这电子的，整个扫射一扫射又坏了。啊，这人短一肾不让进。哎呵，
这扫描的还挺严格，这玩意儿。往前来吧，我啊，对，我大佛是我。告诉他，左看看不对啊，怎么着？脸上有粉刺，上火了。脸上粉刺啊，嗯，眼睛贴着，眼睛贴着。哦，红眼病，不能进啊。是，哎，一张嘴，牙上有韭菜，哎。拿手摁指纹，手爆皮儿进不去。我都这样，我就别出去了。我都，啊、缺一肾，牙这脸也长得有红眼病，我干嘛去出去？这智能家庭啊，等着吧，万一一会儿那个智能扫地的机器人出来，就能给您开门了。我指着扫地机器人，大家机器人扫地的，啊、屋里各屋扫，现在都很正常。不光扫，扫完之后有那没用的垃圾就当时处理。他怎么处理啊？这高科技是吗？咱们扫完了还得弄一兜搁在那儿。哦，人家这没有，直接弄出来，到门口机器人一伸手，还、咔啦咔啦咔啦。这医院这就串我们家来了，这个都一个厂子出的。哦，也这样，全剁碎了。哎，垃圾剁碎了，剁碎了，剁碎一回头，哟呵，嗯，门口有双大皮鞋，是我刚脱的，我去看看，于老师的。对呀、啊，自己家主人的皮鞋，哎，不能动，他认得出来。哟，这儿还一双皮鞋，嗯，不认识啊，踏踏踏踏，躲了，给我报仇了。你看这，嗯、这就高科技，什么高科技呀、啊、这？哎，于老师高兴了啊，一算我得出去买一个按摩椅，哦，还要享受。人家都有按摩椅，我们家没有，是来按摩椅躺那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多舒服，是不是啊？于老师拿着钱奔商店，好，要买一按摩椅，买去吧。一进商店看见我了。德刚，你干嘛去？是啊，哟，谦儿哥，嗯，您这是我买个按摩椅、啊、哦，你呢？啊，我买双皮鞋，嗯，我这鞋啊，你去，什么玩意儿？皮鞋坏了，别胡说吧，咱给坐坏了。哎，哪儿啊？于老师买一按摩椅啊，哎，按摩椅回家一躺，哎，按摩按摩椅，找找他各个穴位，是找找哦，护肝呐、啊，护肾呐、啊，护这护那个，哎，是五秒钟给于老师推起来了，起来。干嘛？没法护肾，没有肾。哎嗨，对我肾都卖了吗？哎，于老师看这按摩椅，你看，嗯，这40万花的啊，嗯，我拿肾换一按摩椅，结果还按摩不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瞧这事儿闹的都不重要，这俩钱花的，重要的是高科技呀、啊。啊，我利用这高科技，要真到那会儿，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智能的捧哏了。就我这位置，捧哏也智能的了。对，我就可以不用你了。这怎么智能啊？你看，要到那会儿啊，啊，咱们就照着于老师做一个机器人，跟我一样的，给我捧哏。哦，那我省心省多了，是吗？我连司机都辞了。怎么呢？你看，明天西藏有一场演出啊。嚯、哦，于老师，咱们走。干嘛？于老师往地一趴。嗯。哎，我骑上去，我们俩奔西藏。您这比自个儿走着去还累呢，这个。高兴啊，我倒是不累、这个、挣了钱不用俩人分，我一个人全是我的。对，我也不用这个、啊、顶多买一回机器人啊。不过要到那样的话，那会儿估计观众也是智能观众了啊，各位都智能了啦。咱俩一上场一鞠躬、嗯、观众都是智能的。哦，观众也鼓掌。是吗？哎，他们都这样啊。啊啊啊啊，全带着刀呢。他们要这样我就不说相声，扭头就跑啊。为什么呀？把我皮鞋剁了怎么办？哎，这老有这个再来一个吗？来一个就来一个吧啊！还挺热啊。那个，跟谦儿哥在一块说相声，我是很开心的，都高兴。有的时候难免有些个话冒犯到他老人家，您没有没有，好极了。我们这行有句话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对，为什么谦儿哥说的这么好？怎么着？师傅就好。我师父石富宽先生，石先生啊、哎、跟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，当时人家是一对儿，是现在我们哥俩在一块说相声，这多好啊。我是真的很感慨。怎么呢？啊，要是没有谦儿哥啊，我这艺术水平根本都提不。您是过奖过奖、哎、你看你看您这很疼人啊。疼人那倒应该的，特别疼人。是啊，我台上有时候想一出是一出，有的那个话也未必是台词上有的啊，没准谱。我哎呦，想起来我说了啊，这句话不等掉地下啊，于老准接上啊，这就脑子嘛。我这么说，就这盘子无论扔哪儿，他都能给你叼回来。
感慨，是感慨。我怎么变成狗了？我瞎说。我说这我接盘子去了。经理，真拿我当亲兄弟，关系好吗？真的，你举个小例子啊。我们在后台，人家准备水果，是老师们吃吧。啊，他一定站起来，德刚先吃。啊，这让谦让。不，哥，你们快吃吧，回来。啊，你吃第一口，我吃第二口。哎，那是，你说爷。咱心里热乎乎的啊。不，哥哥您先吃、喝，你看这都快急了。是啊，吃呗。我吃一口，他来一口。哦，我来一口，他再来一口。你看我们吃的什么水果？甘蔗。甘蔗啊，我不吃吧。我这个您都吃了。他说挺好，就是咽的时候疼。哎，这我还咽呢。我真疼我呀。啊，他疼我，我也疼他呀。啊，跟互相的吗？尤其现在就这个岁数了。嗯，我有时候特别在意他。是啊，吃的合适不合适，关心我啊。喝那水凉了热了的，别闹肚子啊。是，还有时候我同大伙我说您别不乐意啊。啊，没事，您说。玩心太大。哎，我就耗我这个，我老劝他，我这岁数差不多了。是啊，你看那些日子我要去学游泳。是，我说你别学游泳。嗯，真的，我咱这岁数犯不上游泳不学。哎，你看咱们这儿那个孙越孙胖子还游泳呢。啊，他也锻炼吗？我说你能跟他比？他300来斤啊。啊，他浮力大呀。他掉里边他也沉不下去啊。啊，他这个孙越在游泳池大伙儿都很尊重他。是吗？孙越您各位都知道哈。啊，我们那儿说相声那胖子孙越真300来斤。是，穿一小裤衩光一膀子在游泳池没人不看他的。那多招眼呢。那可不好，站住了有时还给大伙儿摆个 pose。 是吗？光着膀子原地夸转仨圈，嚯，就跟那土耳其烤肉似的。嗨，啊，这什么形容词啊？这找胖子去了。我要学游泳啊，我跟他学。那个也没脑子。嗯，非得教。他教我倒是学会了。那就好嘛。孙胖子还挺高兴。嗯，送你一条游泳裤衩去吧。你瞧多好啊。他说完了我心到嗓子眼了。您怎么着？50来岁人刚学的，万一我好点怎么办？哦，怕我淹着。我就在游泳池那边上，我看着他，盯着我。有个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好拉他去。嗯，谦儿哥真行。我穿孙胖子那大裤衩下水游。嗯，裤衩那玩意儿他肥呀。那是不合适啊，那玩意儿。孙胖子那大裤衩绣上花就是捉围子。好家伙，他把他那裤衩给我了。于老一下水，夸这水他劲儿最大，有浮力。嗯，裤衩就没了，秃噜下来了。于老愣了，当时就站住了。啊，下去摸去。他下去摸去。啊，我吓坏。您呢？坏啊。这哎不行，是我赶紧我就下去。您我就来了一下，你给我上来。哎，这别拉了，别拉了。他不上来啊！你不上来哪哪行去？我愣拽啊，就给他拽上来了。站在岸上，反正多少有点尴尬。那是，您连脸都拉上来了就尴尬了。我说这个意思是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啊就好，真的对谁都那么好。是，演出完了，于老师，嗯，打后台一出门。后台门口过了一大个儿，哦，大小伙子抡圆了，这，给一嘴巴打我。又过来一个，哇，哟，踢他。是，来7-8个人把于老摁那儿，叮咣五四一顿打。这干什么呀？这个过程当中，于老师不骂人，哦，就很文明，不翻脸，不急。这帮人打完了，给于老师搀起来。哦，啊，拿手一指，嗯，你看那儿有一摄像机，我们做节目呢。啊，于老师也高兴。嗯。做节目呢，我就完事儿了。完了，我这儿也太傻了，我这个这个人善良啊，就这么善良啊，善良啊，这叫傻。这个跟外人如此，跟我们更是如此。那跟自己人更不翻脸。我们哥俩这些年来就有一回不愉快，哦，也闹过别扭。看足球啊，世界杯，我们哥俩。嗯，前买着各种小吃啊，连饮料带啤酒，我们俩跟真事儿似的看。得喝着看。看到最后，我很感慨。怎么呢？我说怎么姚明还不上场？哎呀，您就多余看。嗯，他乐我，笑话我。那当然。你呀，我就多余叫你来。没错。那不郎平吗？谁哪儿啊？我也就别看了你。啊，我气的啊！我说我去你的！哎，打上了。我给他一下。你这打挨的，他也急了，是吗？你这个岁数挨我一下，他能痛快吗？得翻脸了，站起来，这一脸就打我拳头上了。
我找打去了我。回家之后我想来想去是我的不对。那当然了，老话说得好，是冲动是蘑菇啊，是蘑菇啊。那话什么？冲动是魔鬼。明天早晨我一定去道歉。应该道歉。早晨一开门，是于老师在门口跪着呢。我在你们家门口跪着。兄弟，我错了。哎呦，把我感动的眼泪，哎呦，哥滚。哎去，我就是欠打，我们就是别的这种交情啊。您找去，没有，那是没有，哪有我这么欠的呀？我这捧着您，怎么这样啊？是您说这意思，就希望您健健康康的。得嘞，谢谢您吧。咱哥俩好好的说相声，好，有您在啊，我还能进步。您过去太客气了。不是，我跟您没法比。您瞧怎么说？我跟您比，我跟您说，我就是那老话怎么说来着？您说说，王先生碰见汪先生，这是我差三点。还差三点，您不能这么说话。您要这么说，我要跟您比啊，我就是能先生碰上熊先生了。那这是差四点。跟您比，我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，真是差五点。我要跟您比，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。那是，这不知道差多少点了。我要跟您比啊，啊，我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、熊先生带着俩人的太太，嗯，还带着俩孩子，一个长雀斑，一个出疹子啊，一个吃芝麻烧饼，一个包着石榴，嗯，后边跟着一条斑点狗，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。好家伙，这咱就甭比这个了，比不了了。我拿您是当老师看待。您太客气了，有不明白的我得向您请教。谈不到，今天是个好机会。怎么呢？我要跟您请教问题了。您有事儿您就说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憋了很久了。是吗？真。您说说。这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相声界150来年吧，几乎近60-70年没有人敢提。哎呦。那我也未见能答得出来，咱们探讨好不好？哎，就这个态度啊！你要不知道说不知道，那肯定是。您可别强求啊！那是，您各位也算上，您都是听相声的老主顾了 啊！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难度很大，很深奥嘛。是，您说吧。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哦，哎呀，这这么大啊，这么大个，绿不筋的啊，哦，一张嘴呱呱，这是个什么？就这个呀。这个问题你看这些年没有人提这个问题。什么是没有人提这问题？都臭了街了。您这个什么叫臭了街了？废话，这么大一个绿的呱呱啊，一张嘴呱呱叫。对对对对，这谁不知道？小孩都知道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蛤蟆呀。这叫蛤蟆。对呀。问题可来了。哦，刚才那不是。对了，看着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啊？您说说。你也想不到我会说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急了啊。来来来，蛤蟆。对，蛤蟆这么点小玩意儿，是为什么叫起来声音那么大？这个问题中国相声界现在没人提。是不提啊，他们都说过去了。这个是啊，多新鲜。您解释一下。这个好解释。嗯，因为这蛤蟆呀，你看它长那像啊，它嘴大啊，脖子粗，哦，所以叫唤出来声就大。呵，您是高才呀。不敢当蛤蟆啊，嘴儿大，对，肚大，哎，脖子憨，哎，叫出声音来就大。没错，照您这么说，万物是一理啊。万物是一理，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，叫唤出来声都大。我们家那马桶嘴儿大肚子大脖子粗，他可一回都没叫过，多新鲜呢。嗯，那你叫你还敢蹲那儿吗？你说的呀。不是，马桶它当然不能叫唤。它为什么不叫呢？你马桶它里边不是有水吗？有水的它就不能叫。哦，有水的就不叫。对，有水不响。可不是吗？那水壶呢？对吧，水壶这一开了叫啊，它当然能叫。水壶，您想，它不是坐在那炉子上，它有火，它不就叫了吗？在炉子上就叫。对呀，烤白薯，白薯搁炉子上，哎，一熟了，这个白薯哇，没听说过白薯嗡嗡叫啊？你看看你说的吗？废话，白薯它不它是地里长，它埋在土里头，它不叫啊？土里的不叫，多新鲜啊！土拨鼠，它怎么长的这东西？土拨鼠站在那儿，叫啊？土拨鼠。
土拨鼠是动物，动物就都能叫，动物就叫。对了，蝌蚪、蛤蟆、秧子，蝌蚪，蝌蚪怎么不叫呢？啊，蝌蚪个儿小啊，小啊。对了，蝌蚪长大叫什么呀？青蛙呀。啊，青蛙，青蛙它怎么能叫呢？我这又回来了。